公立机关，我是黄萱萱。端午连假就要到啦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大家应该都还是在国内玩耍吧。这次我们刚好也有机会可以来台南走走，就利用这次机会帮大家开箱这间陈时中部长住过的台南大园饭店，希望大家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住得安心，开开心心的玩耍，没有后顾之忧。那么就赶快来看房间吧。它是个小中岛，在放东西啊！哦，这个好棒哦！它居然还有体重机，不然就是啊，是这样子吧？哦，可是这样也不可能啊！有啊，这边有拉门哦，所以就是等于我就是把我的空间给独立起来这样子而已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哦，这边也可以关起来啊！这边哦，这边可以关起来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所以其实这个厕所真的就是。你可以自己创造那空间，如果你把它全部都拉起来的话，它就会变成更大的，就是你的厕所、你的梳妆、你的浴室地方。对，但是如果好，那我们先来看看里面好了。看，它会给两个，就是浴衣，然后会给你运动这样子，然后鞋拔那些，而且它我觉得这很可爱，你看 ANA 的那个盥洗袋是不是？不是，它只是一个纸袋，但我觉得很可爱。对。我觉得很可爱啦。盥洗用品看是在这边，因为这边我没看。哦，这是那个拖鞋之类的这些东西。还有就是脏衣服。对对对，然后保险箱。然后再来厕所。哦，厕所就蛮普通，但是就是免治马桶。对，就免治马桶这样子。然后就是毛巾呢，就是因为它是 standard 嘛，所以就是一人一份这样子。然后会给一个小镜子，也有个大镜子。然后盥洗用品就在这里，水的话应该是免费的，除了 mini bar 里面外的是免费。然后这边就是淋浴间，然后我觉得蛮特别，它是在这边，它的那个开关在这里。然后这个都浴缸的基本的，抽屉里面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我们打开看看。哦，就是水杯子，而且它还有这个哎，可以拿来喝酒。那还有红酒杯 ，Haribo 要50。这个有人啊，它所以它都没有。那它有吗？它有饮料吗？饮料有，软饮。Soft， 其实我觉得没有很贵，40块我觉得还好。你在一个四五星级的饭店。然后看一下它给的吹风机，应该也是一般的，因为只有日本的饭店会比较强调就是给那种很好的吹风机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般，对，就是一般的。嗨，是不是很夸张？它就变成一个开放式的中岛，但它不是自动的，它是有人推，所以如果你是洗完澡之后，你就可以把这个推开，然后让你的就是视觉空间比较开放。冷气，然后这边也可以打开，所以就等于说变成一个吧台，然后你就可以从这边直接看到外面所有的风景跟睡觉的地方。好，然后这里就是饭店会有一个电视嘛，电视遥控器，就是很简单的设计。然后电视我觉得很酷的一点就是它的 HDMI 线，它帮我们设置在这边，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外接什么东西，我们可以在直接这边插着就好了。我们就不用像有些饭店，我在里面就一直找那个开关这样子。所以我们晚上就想要拿 Switch，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插在这边，然后就直接里面 setting 好，我就可以玩，我觉得很方便。窗户这边看进去会是这样子。然后因为 ANA 它强调的是，就是它是一个 business hotel 起身的，所以它会让你的每个角落都可以让办公。所以像它这边就现在就是更多的插它 USB 的插座，有一般的插座，它强调就是这一点。我觉得 view 还算可以啦，就是蛮，我觉得蛮不错的，蛮开阔的。现在应该蛮热的，所以我们就不想出去。对啊，太热的我们。看一下，然后他还给你就是桌子椅子，对，让你可以就是比较凉的时候可以在外面就喝个小酒什么。然后直接就可以看得到海楼，还不错。其实看得到海耶，看得到海，而且我们是六楼，六楼就看得到海了。那我今天睡外侧。
那我本身是对床很不挑，只要不要太软，我就 OK。嗯。可以耶。那个 AeroPort 哎。好了，还可以是不是？软硬度对你来说可以。所以我觉得床的软硬度是见仁见智，它没有到很软，所以没有那么在意的话，对，没有那么在意的话，可能蛮可以的啦，就是过关及格这样。那我们就是等明天再来开，就是早餐的部分。早餐等一下我们就要出去觅食哦，拜拜。好，我们要去吃早餐了。早安。玩太疯了。要去吃早餐，现在是隔天早上的8:30左右，走吧。早餐餐厅在一楼，嗯，那它出来很漂亮，还是很漂亮。听说今天回到38度，看，告诉我。哦，嗨哟，吃早餐咯。这里比较特别的是，除了一般的西式早餐以及台式早餐以外，饭店还有准备台南特有的早餐，牛肉汤跟鱼皮汤。虽然说跟真正的牛肉汤还是有点差距啦，但对于懒得出门的人来说，应该是一大福音吧。奇怪，为什么没有鲑鱼，然后没有鲑鱼？看一下我拿什么？没有鲑鱼，所以它才不鲑鱼。牛肉汤。然后拿了一个粥。下面去看，西式应该还有。好啦，看完房间和早餐，那我们再来看看饭店里面还有什么设施吧。其实饭店里面的设施蛮多的，像是儿童游乐区、游泳池、三温暖都可以免费使用。另外最重要的是，大厅的竹篓建筑物真的超漂亮的啦，推荐给大家一定要拍网美照。希望今天的开箱影片你们还喜欢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啦。喜欢的话记得追踪哦。